抢了两单，是不是？家人们，而且这种品质的黑枸杞，你们拿去送亲戚、送朋友也是非常有面子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来自高山高海拔的黑枸杞，哥哥姐叔叔们现在在市面上都是非常少见的，知道吧？咱们现在很多在市面上见到的那种黑枸杞都是什么样的，家人们，不是你们买不起，是你们买不到真正好的黑枸杞。只有真正好的黑枸杞，家人们才适合去喝，好不好？那种什么熏了流上了色的，家人们咱们宁愿不去喝，好吧？哥姐们还有多少单，家人们你们自己去抢，自己去看一下。哦，还有12单，只有12单了，哥姐是刷一枚，只有最后的12单了。今天是我请你们喝的啊，9.9块直接给你们发100克。平时9.9块的话是卖的是多少？平时卖的是29.9，而且还不包邮，也没有，还有那个包装费也没有算进去的，家人们。对，可能就是包装费30多，将近40。对，可能就是38到39。100克，但是今天100克只要9.9，然后包邮，剩余的那些钱的话我来出，好不好，家人们？好不好？哦，只有8单了，家人们，只有8单了，好不好？8单了，新进来的家人们也可以啊，第一次来到嘉威直播间里面的哥姐们也可以去拍一单，好不好？今天的所有这个黑枸杞都是放给喜欢嘉威、支持李哥的所有哥姐叔叔们，只希望往后咱们更多一点交流，更多一点互动就可以了，好不好？哥姐叔叔们，我是第一次哇，家人们可以去抢，好不好？可以去抢。你们进去看一下还能拍你们抢到的就不要走，如果说等一下有什么好的然后再请你们喝，好不好？但是马上不能请了，好不好？你们就是愿意看嘉威我们两个直播的话我就非常感谢了，但是等一下的话我再请你们喝，如果说嘉威这里有什么的话我等一下再请你们喝，好不好？好的话你们打个好，如果你们走的话就请不了了哦。好不好？好不好？推预约是不是推预约呀？那这样吧，明天如果说有什么好的你可以，就是要不我给你们预约一下，好不好？预约一下，家人们，只有最后2单了，最后2单了啊！9.9直接给你们发100克黑枸杞，平时是卖30多块钱的，但是今天是我自己贴，然后我自己来，请大家吃的，家人们，9.9是包邮、快递费、包装费，这些都是我自己来出，好不好？这些都不会让嘉威赔，也不会让你们赔，我自己来出，好不好？好不好？只有最后一单了，家人们，只有最后一单了，只有最后一单了，你们去抢啊！我看一下，哦，这里有个3个人占了库存，我把他踢出来了，你们去抢吧啊，好不好？只有最后4单了，你们去抢，谁抢的就是谁的，好不好？好的，家人们啊。我们是用那个牛皮纸给大家包的啊，因为那个是快递给我提供的，好吧？谢谢大家，不客气，哥姐们。其实准确来说，是应该是我们谢谢大家才对，真的是我们谢谢大家才对，对，好不好？因为家人们，今天你们能抢得到，因为你们就是经常关注了我们，然后就是我能看得到的，知道吧？所以的话，我这里是设置了，好不好？然后来，你们给嘉威我们点了关注的，你们扣个一，扣了一的，这样吧，家人们，扣了一的嘉威。这样吧，你明天如果说那个的话你就给我准备个链接，然后的话就是给他们一个明天我看吧，我抽时间上来，然后我给他们请几个就是更好的一个那个冷产品吧，然后就是还是直接给他们9.9，平时别人卖的是多少，是70多的那个，就给他们9.9，然后你们扣了一，我统计一下，然后这个就没有了啊，家人们，这个的话，这个黑枸杞的话就没有了，今天就到，请不了了，好不好？你们没有抢到的也没有办法了，家人们，好不好？我没有抢到，再上2单，好不好？上不了了，家人们，真的上不了了，能理解好不好？对，能不能理解？家人们，能的话你们打个能。有一个姐姐，她说再上几单让她抢，她说她没抢到，真的，请不了了，能不能理解，家人们？对，我刚刚看到有个家人，因为我现在是我自己都家人们，就是贴了10万块钱了，真的，就是贴了10万块钱了。然后再请的话，我真的能请不了了，好不好？我一单可能我就可能自己补个20块钱、20几块钱左右，家人们。是的，家人们确实，好不好？能不能理解？能的话打个能，好不好？谢谢。你是没有送我都没有抢到，你骗人的，哇！我从来不骗人的，我不会说是比如说给你们送的福利啊，然后不可能说是
给你们送了，就不是说给你们送个就是几单呀，然后送个十几单，不是这样的。家人们，你们抢到了没有呀？抢到了的你们打个抢到了，抢到了三个字给他看一下好不好？有几个人他说我没有送的，他说他都没有抢到。真的我现在是送不了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对不对？我不可能说是每个人都能抢得到，确实好不好？因为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家人们。抢到了吗，哥姐们？抢到你们在公屏上面扣播抢到了。对，你们帮我，他说我都根本就没有送出来，就是。对，他说他都没抢到，你们是在开玩笑的，怎么怎么样？啊、家人们，你们抢到了的把全部都把抢到了打在公屏上给他看一下，好不好？小李经常给福利的，是不是啊，哥姐们？对，确实。对，我以前是，但是我只是这两三个月就是从来都没有就是请你们吃过了，因为我这两三个月的话自己都真的就是。就没有什么钱嘛，但是现在都稍微好一点了，好不好？刚进来，真的没有了，好吧？这样吧，我给你们推一个，我可能就是这样吧。佳薇，你给他们推个链接，然后没有抢到的，然后我明天我再给你们请个其他的，好不好？但是这个还高级的话，我真的抢不，就是真的请不了了。今天我给你们推个链接，好不好？你们去预约，这个预约的话就是。给他们设置个6点钟的吧，明天好不好？好，好不好？家人们，好不好？给你们推个预约，你们没有抢到的，你们就这里预约。然后明天我看一下嘛，因为海口只是没有了的。但是明天我再请你们，就是还是几块钱的东西，比如说别人卖，比如说几十块钱的东西，我来9块9给你们，我自己补贴给你们，好不好？咱们链接我做好了啊，直播。但是你们预约一下啊，你们预约的话，你们拼手速去预约，你们看到链接了直接点预约，好不好？不然的话，等一下人太多了，你们预约不了，我就没办法了，好不好？嗯。来，给你们推出来了，家人们。对，下面白色的这个链接，家人们，你们直接点进去就会有一个预约弹出来，你们再点击一下预约，就是预约成功了，好不好？如果没预约的话，家人们，就像今天很多家人们都是后面才进来的，对不对？所以就错过了咱们这个黑枸杞，都在说没有抢到，没有抢到，对，没上链接呀。你们看，家人们，很多都在打没有抢到。预约，家人们点预约。明天你们这样吧，明天，佳薇你再做个那个链接，然后比如说你们平时卖个60-70块钱的，50-60块钱的，然后。给他们改成9块9，然后我还是来我自己来补贴，好不好？嗯，好不好？但是海枸杞是没有了的，家人们只能海枸杞，你们抢到就抢不到的也没有了的啊。嗯，好不好？好的，好的，家人们预约了吗？预约了给咱们打一波，好不好？预约了给咱们打一波。对，预约了的你们扣个一，家人们，好不好？预约成功了，是不是？好的，家人们。下方白色链接啊，预约成功了就可以了，好不好？对，预约了没有，家人们啊？这个预约等一下预约的人多了的话就不行了啊，因为。人太多了，我真的没办法。然后你们没有预约的，快点去预约，好不好？好不好？明天6点钟，家人们，就是还是就是小薇同学的这个嘛，就是在这里请你们，好不好？家人们没有关注佳薇的，给佳薇点一波关注，好不好？给佳薇点一波关注，这样的话有一个双层的那个什么保障，对不对？就算这个预约没有提醒，但是如果你们关注佳薇的话，也会给大家推这个直播的，好不好，家人们？对的，尤其是今天新进佳薇直播间里面的，真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非常感谢今天能够以这样一个方式跟大家见面。所以哥哥姐们，没有关注佳薇的可以给佳薇点一波关注，好吧？下午好，下午好，谢谢啊，谢谢哥哥姐姐们。哎，你别说明天了，今天是真的请不了了，连。理解一下啊，今天真的请不了了，我刚刚请了那么多了，好不好？嗯、就是真的那个。大哥都生气了，他说你不要说明天，今天是真的请不了了，好不好？确实啊。这样吧，佳薇，你还有什么吗？就是请不了了，真的。对，哥姐姐们，明天下午6点，对啊，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明天下午6点。太好了，前几天真是谢谢啊，谢谢。还有什么东西？我想一下。可是那个，我请不了了，我补贴一点嘛，就补贴个10块钱、20块钱、几十块钱的那种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单一单让我补贴个，家人们就是真的补不了了，好不好？好的好的，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家人们，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好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对，不要，对，你们没有抢到的，就是他们就一直在这里说嘛。但是真的是今天是真的请不了了，好不好？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能不能理解呀？
真的，我刚刚是上了的，因为他们就是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他们很多都抢到了，好不好？但是我是真的，唉，真的今天就是怎么说呢？但是等一下佳薇他的那个冷产品的话，我补贴一点嘛，好不好？我就补个一单，我就补个十块钱呀，十几块钱我是能补得起。但是你说每个都是九块钱的话，我真的请不了，好不好？对，家人们，可能你们再等我几个月的话，我都能请得了了。因为几个月的话，可能我现在，因为我真的我你们也知道的，我的那个我自己的就是公司呀，什么都是给我大哥了，知道吧？然后我的妈妈他们就把我的公司全部拿走了。但是我现在是就是我，因为最近都是我一个朋友在帮我嘛，就是做一点就是小工程呀，然后我们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就是那个哎呀逃标，就是做工程的，然后。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就是可能跟你们说了，可能也列种吧，好不好？很高兴是不是？你们希不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吗？希望的话，你们打个希望。你笑什么呀，佳薇？没什么呀。啊，你笑什么？佳薇都害羞了，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希望嘛，珍惜希望的，你们就打个希望好不好？很希望是不是？谢谢，这么多真的，真的谢谢你们，你们就像我的父母一样，真的。这是什么？哦，这是那个凝脂孢子粉，是不是？啊。哦，你给我的那个很好喝哎，我就是在就是。前一个月我在网上买了个那个不好，就是你给我的这个，就是真的很好的。哦，是吧？啊、嗯，这么多希望是吧？希望呀，没什么，没什么。打什么希望，家人们？没什么，他们就是希望明天能出太阳。希望明天能出太阳。对，他们说希望明天能出太阳。家人们都预约了吗？哥哥、姐、叔、叔、阿姨都预约了吗？对，家人们，这个预约没有预约的，你们点预约我就下了啊。这个预约我就下链接了，你们预约不了了，好不好？好不好？这个预约，如果说你们预约成功了的，这样吧，明天我给你们统计起来，你们今天点了预约成功了的，然后我每人请你们吃一单，好不好？这是其他的，好不好？我自己填名，好不好？然后的话就是，最后十秒钟我就把这个预约下了，家人们，好不好？好的好的，家人们，咱们最后十秒钟，没有预约的啊，新进佳薇直播间里面的所有哥哥姐叔叔们都记得预约一下，好不好？因为就像今天一样，很多家人们后面才进来，对不对？所以就错过了咱们这个黑枸杞。我们是想让大家都能够去抢到一单。这样吧，佳薇，你这个凝脂孢子粉我也请他们吃个一百单吧。这个凝脂孢子粉你请不过来。啊，你请不过来的。没事没事没事，九块九再给他们请个一百单嘛。你请不过来的，真的别请了，别请了，好不好？家人们，这个大家都知道，凝脂孢子粉它非常的珍贵，对不对？这么多人，你一人请一单都够呛的了。而且哥哥姐姐们，刚刚有个姐姐也说了，其实李哥现在还没有那么的有能力去请大家那么多好东西，对不对？黑枸杞真的大家都已经很开心了，哥哥姐们你们开不开心呀？刚刚李哥给大家请吃了一点黑枸杞，你们开不开心？开心咱们全屏打一波开心，好不好？同时也打一波谢谢送给咱们的李哥，哥姐们真的好吧？没有谢什么呢，这都是应该的。家人们你们敬你这个没有点赞的点点赞好不好？嗯，对，因为有面子嘛。这个赞虽然是价位也赚不了钱呀，但是这个赞在才42万，对不对？因为直播间现在这么多人，对不对？家人们，我看一下，哇，直播间现在有9000个人在线了，有5.1万场观了，然后才42万，对不对？别人直播间有个几百个人都是有100-200万的赞赞，我们每个人对着这里点点点点点，好不好？然后点出来，然后就点了个推荐，好不好？哈哈，谢谢谢谢。现在43万，对不对，哥哥姐姐们？但是我确实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直播间里面的这个赞赞是点到什么100万、200万这种，我是没有看见过的，家人们。谢谢啊，谢谢大家。等你们把小手指按在这里，它是会双倍点赞的。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小赞赞给它点上去，可不可以啊，哥哥姐叔叔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
开心，但是没有抢到，对不对？没事的，哥哥姐姐们，今天没有抢到，明天我们不是放了一个链接吗？明天准时啊，晚上6点钟进到加微直播间，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再给大家分享其他的好东西，可不可以？对，就是说每个都请的话，哥哥姐们也不现实，因为为什么呢？毕竟才刚开始起来嘛，对不对？嗯，不用请了，是不是？开心开心。是问你哥姐在，谢谢啊！你们以后进来的话，就帮嘉威点点赞呀，然后对不对？亮个粉丝单牌，就是已经很感谢了。是的，不用了，可以了。没事，嘉威，你给这个林子包子给他们介绍一下吧，给他们介绍一下吧。可是这个……然后没事，我请他们吃嘛，请他们吃个。几十单啊就可以吗？就给他们请个40-50单。可是这个灵芝包子粉跟以前的还不一样，我跟你讲吧。来，哥哥姐姐们，你们知道嘉威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吗？哥哥姐们知道的话，你们全屏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不知道的家人们没关系，你们扣一波小一，嘉威给大家讲一下好不好？不知道没关系，直接扣一波小一就可以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灵芝包子粉是用灵芝打成的粉吗？是不是？是的话你们扣是，不是的话你们扣不是，好不好？因为很多家人们他都会误以为这个灵芝包子粉是用灵芝打成的粉，但是家人们，你们都见过灵芝对不对？今天嘉威给大家讲一下，灵芝它自古都被称为是先人的余粮，对吧？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非常之高。但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包子粉，它是这种灵芝成熟了之后啊，就在它的这个伞壁上面慢慢的喷发出来的一个种子啊，就是灵芝的小宝宝附着在这个上面，可能会附着这么厚，也有可能会附着这么厚。哥哥姐叔叔阿姨们知道吧？所以说灵芝包子粉是灵芝的一个精华，而且家人们都知道灵芝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对不对？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灵芝包子粉，它的营养价值是灵芝的整整75倍。哥哥姐叔叔们，整整的75倍，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搜索软件去搜一下灵芝包子粉，它的营养价值相当于是什么呢？咱们吃了一斤这个灵芝包子粉，等于吃了75斤的灵芝，哥哥姐们。而且今天的这个灵芝包子粉，哥哥姐叔叔们听好了，今天嘉威在直播间里面展示了这个灵芝包子粉，任何人都还没有展示过。为什么这么说？现在是不是5月底6月初了？哥哥姐们，这个灵芝包子粉是今年最新的一个头道的灵芝包子粉。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为什么说头道的灵芝包子粉好呢？因为头道的灵芝包子粉它所含的这些什么灵芝三萜、灵芝多糖、灵芝多肽这些有氧的物质是保留的最新、最全、最浓的，知道了吧，哥哥姐姐们。然后家人们，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上了30岁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有上了30岁的家人们，全屏把自己的年龄打在公屏上面，可不可以？为什么说是30岁往上走呢？家人们，真的30岁它是一个分水岭。像咱们生活在大城市里面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咱们首先一点，每天所吃的蔬菜，其实像什么商超里面啊，每天都打着有机蔬菜，对不对？其实打着有机的幌子也不知道是从哪儿给我们拿过来的，有可能是打了这个催熟剂，打了那个，对不对？哥哥姐姐们，不像咱们农村院坝里头，哥哥姐们你们看一下，咱们家的四季豆，咱们家的玉米就种在咱们家自己家门口，咱们吃着也放心，对不对？长期的去吃商超里面的那种蔬菜，其实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他会怎么样？他会让我们的抵力免疫力往下走。其次一点，哥哥姐们，如果说是生活在大城市的话，咱们每天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汽车尾气有没有？有，对不对？工业污染有没有？有，对不对？什么雾霾天气这种情况，哥哥姐们每天去呼吸这种空气的话，它会激活咱们里面的一个什么东西？每个人都有的，哥哥姐们，一旦抵力免疫力被捅破了之后，那个东西就会被激活，被激活了之后，哥哥姐说嘛，它就变成什么了？一个病字框三个口的东西，家人们懂不懂？懂的话你们全屏把这个字打在公屏上面。这个东西一旦被激活了之后，咱们去白大褂那里啊，去白大褂那里给你查出来说已经开始扩什么散了啊，即使是拿那个刀子给您割了，但是也已经为时已晚了。咱们大家都不愿意面对这种情况，对不对？哥哥姐叔叔们，给大家举个例子，真的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隔壁有个叔叔啊，就是在家威读高中的时候，他就被查出来了，小胃胃上面的那个东西已经被激活了，明白吗，哥哥姐们？明白，你们也可以打在公屏上，真的，小胃胃上面那个东西被激活了。然后当时白大褂跟他讲，顶多多少年？顶多两年。咱们全村人知道这个情况了之后，挨家挨户给他斗了一点这个灵芝包子粉啊，斗了一点灵芝包子粉给他喝，喝了几个月之后，他再去白大褂那里查。现在已经过去多久了，哥哥姐们？佳威已经大学毕业了，四五年过去了，这个叔叔还见。在，因为什么？因为灵芝孢子粉，很多专家教授都介绍过，它可以帮助咱们干什么？延什么年，益什么寿？哥姐叔叔阿姨们，它里面所含的灵芝三萜、灵芝多糖、灵芝多肽，是可以帮助我们预什么防那个东西的，好吧？哥姐们坚持去喝。另外一点是，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因为什么？生活因为什么工作整宿整宿的去数星星数羊羊，有点风吹草动也马上醒过来，而且晚上这个的时候小梦梦比较多的，哥哥姐姐们有没有？有的话你们在公屏上面扣一波，有，真的长期的整宿整宿数星星数羊羊会怎么样？哥哥姐姐们会对咱们的什么小肝肝有什么那个小火苗会非常非常旺盛，对不对？以及咱们的小脏脏其实真的家人们是经不起折腾的，好不好？这种情况家人们你们去喝一点这个灵芝孢子粉，它可以帮助我们安什么神，好吧？尤其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真的你们长期去整宿整宿数星星数羊羊的话，这些地方它是会一抓一大把的，好不好？还有直播间有没有姐姐和那个姐姐和阿姨，有的话你们继续把有字飘在公屏上。姐姐和阿姨这些地方气气色色不怎么好的啊，早上起来这些地方辣辣的黄黄的，家人们一定要去带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灵芝孢子粉，好不好？最其次就是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在上班的啊，上班的需要加班应酬的，或者说是晚上应酬的时候八加一来的比较多的，哥姐们知道八加一是什么吗？八加一来的比较多的，然后咱们这个一加二等于多少？哥姐们等于三，对不对？咱们吃不了糖的哥姐叔叔们可以去喝，以及直播间里面家人们吃不了什么酸的辣的刺激的，这种宵夜吃的比较多，外卖垃圾食品吃的比较多的哥姐们一定要去带的一个东西就是对的孢子粉。而且哥姐们现在市面上80%的灵芝孢子粉都是假的，为什么嘉威要这样说？来家们，这个灵芝它是有一个灵芝精华需要提取出来的，精华被提取出来了之后，那还有一个空壳，对不对？这个空壳咱们怎么去处理呢？有一个东西叫药耗子，药耗子就把这个空壳给它全部都收去，收去了之后给它磨成细细的粉，磨成粉然后掺在这个孢子粉里面，然后给大家讲，哦，我这个是纯的什么灵芝孢子粉，哥姐说不是的啊，为什么现在市面上很多80%的灵芝孢子粉咱们拿到了之后，这个粉质非常非常的有颗粒，疙疙瘩瘩的，对不对？来，哥姐们，首先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这种深褐色、深红色。其次一点，咱们看它的粉质是不是像嘉威手里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你看，抹在这里就跟什么化妆的散粉一样，哥姐叔叔们，非常非常的细腻。再其次，哥姐们，你们想不想看嘉威泡一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它泡出来就可以马上认得清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不好？嘉威给大家泡一杯，真的，哥姐叔叔们，你们看好了，灵芝孢子粉它遇到水了之后是会现出原形的，好不好？如果说是这个灵芝孢子粉它是正宗的，家人们它就会怎么样？马上溶于水中，马上会往下沉，并且表层会有一层淡淡的油脂。想看吗，哥姐们？想看的家人们全屏把想字打在公屏上，想给大家泡一杯看一下啊，你看。这是嘉威想开的打响啊！这是嘉威刚刚倒出来的一杯温开水啊，哥姐什么一杯温开水，然后咱们取小半勺啊，一点点就够，取小半勺放在这个水里面去看一下，哥姐说什么？想看的全屏把想字打在公屏上，然后嘉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灵芝孢粉它是不是马上就能跟水融为一体啊？家人们看清楚了。我数三个数给大家倒下去啊，哥姐们一定要盯紧嘉威的直播间，好不好？眼睛不要飘到其他地方，来看清楚了，三二一，看见了吗？哥姐说出来的马上就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往水底下面沉了，对不对？看见了吗，家人们？看见了，你们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小一，好不好？因为它里面有油脂，所以下沉的非常非常快。如果我们买到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啊，它飘在这个水的上面沉不下去的，家人们，那说明它里面没有有氧物质，它只能飘在水上面，知道吧？然后你们再去搅拌它一下，哥姐们，
你们就会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菌香味，哥姐说的一股淡淡的菌香味，不酸不苦，也没有刺鼻的味道，哥姐说们来。然后家人们，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下它表层的一个淡淡的油脂？家人们，凑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灵芝包子粉你们泡出来了之后，这个光不是很好，家人们，光不是很好。灵芝包子粉你们泡出来了之后，家人们，如果表层有一层淡淡的油脂的话，那这个包子粉它就是真真正正地地道道的灵芝包子粉。家人们，这会儿知道怎么去区分了吗？知道怎么去区分灵芝包子粉了吗？哥哥姐叔叔们，你们喝在嘴巴里面，家人们，它的口感会在你的舌尖撕来滑去，非常非常的好喝，不酸不苦不涩，好不好？家人们，现在知道怎么去区分灵芝包子粉的哥哥姐叔叔们，全屏把知道打在公屏上面，可不可以？来，给李哥喝是不是？来你喝吧，那你喝。谢谢。对，只要是咱们直播间里面上了一定年龄的哥哥姐叔叔们，必须要带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咱们出现了像刚刚嘉威所说的那个情况的时候再去喝，而是还没出现情况的时候就提前给它喝起来，因为它是可以帮助我们预什么那个防的，知道吧哥哥姐们？对。哦，来家人们，今天再给嘉威再给你们看另外一个灵芝包子粉，看一下啊，来，这个是往年的灵芝包子粉，哥哥姐叔叔们，它的颜色是不是更深沉？已经这个灵芝包子粉已经是一年前、两年前的了。但是今天嘉威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灵芝包子粉呢？因为现在是五月底、六月初了，对不对？哥哥姐叔叔们，正是咱们采灵芝头道的灵芝包子粉的一个时候了。家人们，你们凑近看一下，这个都是很好的，对吧？对，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哥哥姐们，灵芝包子粉如果是头道的话，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为什么？因为它所保留的那些有氧物质保留的更齐全，知道吧？所以咱们要带灵芝包子粉的话，真的头道的灵芝包子粉这种品质，家人们，这种往年的灵芝包子粉现在市面上你们知道卖的多少吗？半斤少于500块钱你们拿不下来，一斤少于1000块钱你们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在嘉威手里的这个头道的灵芝包子粉，哥姐们，你们知道在市面上面可以卖的多少吗？3000、4000都是有可能的，哥姐们，因为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你们这种头道的灵芝包子粉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不好？可遇不可求的，来，家人们，对，细节已经给大家展示清楚了，给你，是的啊，是的，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想要灵芝包子粉的哥姐叔叔阿妈？对，家人们，这个的话反正就是50岁、60岁、70岁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直播间家人们。就是我妈妈的话现在就是60多岁了，经常喝这个灵芝包子粉，真的很好。就是50岁、60岁、40岁以上的话，你就一直坚持喝这个灵芝包子粉。是的。真的，它会真的，你反正哪里不好你就喝哪里，真的，这个灵芝包子粉真的。对啊，家人们，想要你们全屏把响字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真的。这个东西哥姐们，嘉威给大家说个实话，现在别人那里都是还没有出现的，特别是在嘉威直播间里面也是第一次出现，哥姐们知道吧？对，平时嘉威里面卖的是那种是吧？对，平时因为是去年的，这个是即是淘到的，知道吧？对，哥姐们，今天是淘到的啊。想哇，这么多人想要哎，不够抢吧？我觉得你看现在直播间那么多人。哎，这个淘到的是卖多少钱的？你们这个头道的哥几们，平时我们自己拿去给大老板或者说专家教授打飞的，我们来这里买的时候，我们都是1斤198啊，哥姐说嘛，1斤198，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吗？对对对，这个是往年的，但是这个哥姐姐们，因为为什么这个是头道的灵芝包子粉，所以它的价格可能要翻倍。知道吧，可能要翻倍，一斤可能都要400、500块钱，哥姐说嘛，400、500块钱。比如说你们这个老板来，就是淘到的来，老板来说的是多少钱吗？500块钱嘛。就是这个是500块钱的。对对。那你就是给到直播间的家人们，你如果想给他们给多少、哦、给他们多少钱吗？一斤是不是？一斤都是400嘛。因为平时如果说我们自己背去卖，或者说是别人来我们这里买的话，都是500。他们说半斤的可以给他们分享吗？他们在直播间半斤哦，家人们，为什么说一斤啊？为什么说一斤？因为一斤它是一个疗程，知道吧？一斤它是一整个周期，一整个疗程，是吧？秀秀，这个是破了的啊，这个是破了的。那他们说半斤能卖吗？他们说半斤，但是半斤的话就是200了嘛，哥姐们，半斤就是200。但是如果你们想要的话，那种的话是卖多少钱的？如果说是那种的话，一斤你在网上卖的是？
是一百这个吗？哦，这种是168啊，一百六十八，对对，一百六，这种是400，意思就是400，对，400一斤，半斤啊，半斤就是200，哥姐们，半斤就是200了，好不好？这就是淘到的，家人们，你们在别人的直播间里面是买不到的，对，就是。半斤就是这种，他那种的话是卖的是多少？168，是不是？是的，这个是之前在直播间里面也给大家分享过，因为这个是往年的啊，往年的。对，这个就是你就是之前卖的是168一斤。对对对，是的。就是这个的话，你现在是要卖400块钱一斤。是的。是不是？对，因为价格要翻倍，真的，李哥，这个是它是一个头道的灵芝包子粉。